停停停！街坊邻居们，你们想我了吗？我也很想你们。接下来我要宣布两个好消息，一个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小娟女士今天过生日，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我想在这个生日会上对她进行表白，你们说是不是好消息？祝福我吧啊！记住，今天可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有后援团，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儿子，爸爸，让我叨叨你。哎呀，这边，来来来来，那个一个两个三个四，咱丢人了啊！这咋丢人了呢？老王和王小圈呢？来了！哎呀，快点！干啥去了你俩呀？不，你这么隆重个事儿，你不得搁这穿上衣服梳梳头什么的？行了，听我再啰嗦两句啊！今天请你们来啊，有两个目的，一是为你黄阿姨过生日啊，是祝福；第二个就是我在这个生日当中进行深情的表白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说，爸，所以说，行了啊，就你这点事儿，我跟他们都说了860回了啊，不就这两件事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大家伙啊，特别这些街坊邻居都非常辛苦，这两天一直在排练节目哦啊。有劳务费吗？啊，还要劳务费啊？那这大家这么辛苦，不给得给点意思意思？有啊，你们看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呀！哎呀！富红大豆油，富红矿泉水。哎呀，太好的奖品了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劳务费没有啊，但是谁的节目演得好，只要黄小娟说嗯。好、啊、那么就奖励大豆油一桶。哎呀好，如果黄阿姨说这个节目还行一般，那么就奖励矿泉水一瓶。哦、啊、如果你黄阿姨说这个节目没看懂，那你哪来的滚回哪去。哎呀行，哎呀爸呀，看来你是精心准备了啊，我为你的事儿也是精心准备了。哎呀儿子、啊、你要不说我都忘了啊，那一会儿你说我表白拿啥表白呀、哎、我让你给我写的表白稿在哪呢？啊爸呀、哎、我跟你说，全世界最美丽的词汇哦，我全给你写在这纸上了。太好了，来朗诵一遍。祝小娟生日快乐。来，我的人生曾经寂寞，我曾经身处茫茫人海，却宁愿孜然一身。烤羊肉串呢，孜然一身，孑然一身，孑然一身。直到遇见你，纵然万劫不复，纵然相思入骨，我也待你眉眼如初，岁月如故。哎、好不好、哎、好，这词儿简直太硬了。华阿姨听完了以后准得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但是我背不下来。对，背啥呀，你就照着念照样感动华阿姨。真的哈、啊、二米，哎，给爸放在那。好嘞。好啊爸呀，那个我还准备了一首。啥意思？爸呀，你看这一段时间啊，我连公司的事都推了啊，哎呀给你排练这个节目，给你准备这个表白词啊，啊产生了一点小费用。爸不多，一共304.5。爸，你这个事儿啊，我为什么要找你要呢？因为你是要表白，你要表达你的真心，这个费用你必须掏，你给我报一下。那对，那对。你个贱，抠劲儿。行了，你放心，完了过后我给你报了啊。好嘞，二米，给爸放在桌子上。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问你们一下，哎，今天我们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来，集合。哎，好嘞。集合。哎，向我看齐，是向我看齐，不是向我个头看齐。啥玩意儿？这行，来，按合唱的队形散开。这个啥玩意儿？东一个南，一个西一个北，搁这咋唱歌呀？你们这啊？不是。
爸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是按声部站的。哦，这和尚有和声是吧？这也太散了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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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稍微集中一点啊，来，来啊，按声部啊，啊啊啊，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歌啊，嗯，我先报个幕啊，街坊邻居们，第一个节目，大合唱，生日快乐歌，指挥前串子，演唱者一帮人。说生日快乐，行了，王哥，你们这是合唱啊，还是东北乱炖呢？啊，能不能注意点节奏？注意点音准，看着点指挥，来看指挥，来来啊！我起个头啊！祝你生日一百唱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行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停，快乐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，啊，哎，咋的了吧，哎，宣布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取消了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走吧，吃饭，吃饭去吧，吃饭了，回来哎，着什么急？吃什么饭呢？忘了你们来的任务了啊？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记着呢，是配合我跟黄小娟表白，是把你们的精彩节目送给黄小娟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你想这情况，我一表白，那不就成功了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家好，我们哎呀来了来了，哎呀，这么隆重啊！啊。孙女，快给大家问好！爷爷、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！你好！大侄儿，你好！小墩子，你搁哪来的呀？真没礼貌你！啊，这儿啊，没大没小的呢，你管谁叫小墩子呢？啊，黄阿姨是你的姑太奶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这是她的亲孙女。他的辈儿跟你爸是同辈儿，他管你叫大侄儿，怎么的？嘿嘿，跟你叫大侄儿没错。啊，嗯，那个小姑啊，怎的了又？你别吃了，你都啥底下人了都啊？那也没吃你家的。呀呀，而且我胖那是有理由的啊，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。那不得吃一顿庆祝庆祝啊！那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那不得吃一顿舒缓一下呀？有道理。那心里着急的时候，那不得吃一顿拜拜火呀？反正我的人生格言就是：有吃的我就吃，没吃的我就哭。这孩子哪点都好，就是嘴壮，别吃了啊！这都第四个了。那个哎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，孩子喜欢吃，教他吃，开心就好嘛。对啊，那什么，小娟，今天你是重要人物。对，今天你是寿星了，来，请上座。上座，上座。来来来来来，坐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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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呀，来陪奶奶坐这儿啊。哎呀，老钱，谢谢你啊，看你精心准备的这安排的，也谢谢大伙辛苦了。哎呀，黄阿姨。那个别客气，我爸到时候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你呢。他有惊喜。对对对，我有惊喜，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的话。我不是爸啊，王姨你坐。你爸要说话啊？是，不先不说话。你表白着啥急呀、啊？就是、啊，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大家伙每个人都有节目，你等每个人把节目表演完了，你再表白，多好呢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先用节目铺垫一下，对呀、啊，情绪上来之后，对、啊，完了我趁热再表白，成功率高啊！明白，好不好？明白，小娟啊，哎，为了你这个生日，孩子们都为你准备了精彩的节目，哎、太好了。那谁先演呢？谁先？我先来。哎，好，哎呀，小倩，来，过来。
富太奶，我送你的祝福在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哎呀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要问胭脂哥哪来，胭脂说夜上海。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还夜上海？燕子从夜上海那飞这儿来了？啥玩意儿？你看唱的好吗？他挺好的，挺好，唱的挺好。等着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第一个节目演完了，我要向小娟。你什么？这等一会儿你。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呢？啊，表白是压轴的。对，刚才王小倩都演砸了。对呀，你还有第二个节目呢。第二个节目是最精彩的。谁呀？我和你儿媳妇儿。啊，那个小娟啊。这两口子为你准备了二米粒儿。华姨。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哎呀，快乐！我们两口子为你的生日献上一首男女生对唱《铁血丹心》。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！妈，这不是郭靖吗？你看谁家歌星肩膀头子躺着鹌鹑？你整挺带劲呀。你是我梦时曾见，好呀，心爱的人，也开始心雨愁云，相伴到天边。是咋的呀？啊，昨天晚上练没练呢？蓉儿，练歌不重要，关键是我向你保证，咱们公司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最棒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最强！哇哇哇哇哇！好！好什么好？怎么好？这不准备要射我呢吗？拿我当雕了吗？不是，真好真好，我都没看够。你看看，小娟儿，行，说了啊，你喜欢，奖励说好就好，来奖励大豆油。哎呦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吃就吃富宏大豆油。来喽！哎，等会儿，胡大爷啊，胡大爷，那个雕都送桶豆油了，我这小燕子送我啥呀？你那小燕子被雕给吃了。所以呢，你奖励你一瓶矿泉水吧。那也行，太好了。这回接了。哎，老钱呐，别着急，还有小米粒呢。啊，对对对，黄阿姨，我跟笨笨也为你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会舞蹈。来，祝黄阿姨生日快乐。没什么关系，我想说的是，阿米啊，等活动结束之后，领王小圈去趟医院。你看这浑身上下抽的都是淋子，对呀、啊。真是这么炫，什么玩意儿？大爷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发豆油，来，大豆油一桶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这回该我的了。哎呀，你等会儿，干啥？为什么我总要表白时，你总要拦着我？忘了今天中心的任务是什么了吗？任务不是爸，你疯了你啊！大爷，我没忘，
你看看，大家伙都给黄姨表演了自己的节目，你不能上来就表白呀，你也得先唱首歌、跳个舞啥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这样表白的成功率才高啊！我明白了，哎，就是我也演个节目，先预热一下，铺垫一下，哎、是吧？来来来，鼓励鼓励。这娟儿啊，这个你不知道，这么多年呐、啊，我一直想为你唱首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多美的画面啊！嗯，这个时候天空要掉下来点花瓣啥的，那就画面更完美了。有有有有有，哇！黄姨，咱们吃饭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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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帮叛徒，本来请你们是来帮我忙的，没成想你们是来踢馆的，砸场子的。我宣布，表演很成功，表白很失败，这次生日会和表白会，宣布取消。老钱。老钱，小娟儿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。我就知道你有话要对我说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有好多话，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哎，哎，我的稿呢？嗯。哎，我想对你。别紧张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。那个，我想说，那个小娟啊，你自己念吧。祝小娟生日快乐！你就当面说吧，你接着念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啤酒一箱，白酒两瓶，拉花三条，洋钉子四根，锤子借的，还的时候给人一桶大豆油，共计304.5。你让我给你报销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拿错，不是这稿，不是这稿，哎，我的表白稿。我的表白稿被老王给撕了。没事儿，要说的话都在你心里，脱稿说。行，我试试。我这一辈子很寂寞，我愿意带着茫茫的一身孜然，摸爬滚打，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嚓的孤守一人。如你所愿，孤独的一个人吧。